种定位，对，放一下，然后等它转回来的时候啊，来第一针脚就回，因为它不是最后旋转，对，脚就会转一点点，那还是可以的。然后等它拨旋的时候，就跟转方向盘一样，不够开，等下吗？可以来了，侧身多一点，轨道是这样，然后这个这一只手就直的回去，对对。一脚，一轮脚不用了，不然会变成抓。OK， 一，好，过去打的时候，重点拳脚已经是定死的，或者下沉的感觉，然后你会有点打，超过，就是最多手腕就是这里，对，然后再平一点，来了，站住。四步，前四后四。还有点变形了，因为腰是很的短嘛，所以我们尽量变成短，不要什么错歪转大。有点很短，变成我刚刚是定住，过几天我转变去瘦瘦直接转越。转越啊，一圆角度。哦，记得你知道。那个大直面完之后，这边只要出来了，对，打到就判决。超久，这个事情。还是说？哎，谢谢。哈哈哈哈哈。不然吧，因为这里有点想往回面接。这里还是想接。还有想接。OK。跟这里没关系啊，跟这里一弹，咱就是脚黄。这边是好，30秒。我们在上面聊聊未来，不要想很久。拉到拉到最后，我们要一个月计划。
成河，再帮我报仇。我是个好人。老师不用装，老师不用装。我是你的。我要看到水流成河。我会踩上。哦，对了。嗯。这就是我要的水流成河。哦，干了。你拿主力都好。差不多五分才会开启。
小魏很久没来打，对啊，一阵子没来。他说他主动的请，你要请到？对。等一下，你在他后面看我。OK。这只手啊，故意拉开来右手，然后你的左手放前面一点，是选拍。OK， 边拍边退，但是你不用猛拍。右手一样，因为如果你放这样的话，人家觉得没机会。OK， 来多一打。OK， 然后你的目的是打这么近，不要打到他，先试一下。把他退了，他做动作你是先退为准，明白？手臂下，身体不要靠近，一样武器，把眼睛不要眨。Hello， 怎么样子？招来干，想这样，招来的标准啊！这个腰要对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想象手不是张肩膀上，腰，因为你腰转过去，右手可以出的。啊，你看我脚，右拳右拳。